今天是阿嬷第30天量体重。315克。等一下。314。好。来吧，吃蛋饭。阿嬷，Amor. Oh, thank you.Amor. 真好赞。不是。Amor. Amor.可能不够热。阿嬷，我想吃热一点。阿嬷，这里啦。And more. Many.
Amor, amor. Amor. Okay. 要不要伸懒腰？要不要吃懒？不要了吗？怎么吃这么少？是不够热吗？Amor. Mm. 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。伸懒腰。